What?유파이 코치는 지금까지 아주 좋은 커리어를 쌓은 코치라고 생각하고 있고 아주 잘하는 코치라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RNG는 다섯 선수, 다섯 라인 모두 강력하고 중국에서 네, 가장 잘하는 팀 중에 하나라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第二句的话我觉得他们这支队伍打得蛮好的很有目标然后也非常激进我觉得 ZR 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选手然后他可能经验有点不够嘛对然后趁季后赛前其实 RNG 我们就多做尝试了卡萨是直接来了一个入侵的脚步，而且一摇一晃的就来到了下路，但这个兵线是让 BLG 真的嗅到了，这个嗅觉很灵敏，然后直接一技能加 Q 技能撞上来，逼一个闪现，还做了耀光，而且还补了个多兰剑，哎，下路直接熊爆了，闪现熊爆，金角这波没闪的，那卡萨才后面刚刚过来，没有一个一闪的角度，但这波伤害应该灌死，对，其实也很慌，对，先一技能震一下，发自己的余震，然后再飞回来。这波是真没辙，没闪的侠没到大，没有六级之前是，哎，上路开大队拼了 ，ADD 的大招，正手转头直接利用海哥最后通牒稍微躲一下二段 Q， 但是三段 Q， 啊，第二这波看越不越吧，但其实卡萨也在上半区啊，这波卡萨其实如果反蹲到的话，会让这边哔哩哔哩 gaming 的上野很难受，因为 ZR 这个血量其实，甩狙甩到那边了，卡萨就在旁边，但是没奈何国豪动作太快了。对，兵线暂时是 Kuro 可以在中路先动，想动 Kuro， 但一闪空了，一闪没撞到，下路也同时开花，看一下，尤斯莱身上被套了一个引燃，自己丝线往后拉，哎，位置并不是很好，要被碾死到了。最后金角收到人头，下半区其实我们看小地图上 RNG 他已经是做好了下路河道的视野。哦，这波是 UZI 被先手了，这波金角的倒钩打得漂亮，然后小明本来这波是想去策应中野的，结果一回头发现自己的 AD 被控了，然后这波小明就只能是 TU 啊，这波中路又可能要打起来，正面先开卡萨，卡萨是被勾了一下，交出自己的金身，沙皇一推推翻了两个人，推翻了一个中辅，同时 Kuro 交出自己的闪现，往后拉扯下身，套一个引燃，杰斯先行收到人头，青钢影超远距离的勾锁位移，先行踢掉酒桶，旁边的 Mito 跟小虎缠斗在一起，应该是要被烧掉，剑魔赶上战场，交出自己的闪现又被勾了下，以一敌三 ，UZI 这波他的输出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现在只能去卖掉 ZR， 又烧了一个勾锁，哇，运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在2000血以上他先不打，等最后一给再睁开，这一波其实这一波 RNG 就是冲着这个骷髅去的，闪现敲锤再敲一技能，虽然说成功的把骷髅给这个击杀掉了之后，但是其实 RNG 所有的队员包括撤退其实也都没有技能了，对啊，然后小明跟小虎也都被分割在了两边的战场，然后 Mitir 的这一个闪现跟也是直接刚好躲开了 ZR 的二段 Q， 但是正面我们看左下角其实画面一转回来， RNG 已经拿下了火龙，而且这边还粘到了心魔，心魔转头放出了一个深海冲击，这边打了一个爆裂果实，小明下去了，但是 Mitir 没下去，转头用了一个 Q 技能下去，在正面的话 UZI 的位置稍微的有点差，直接下了龙坑，而正面直接被国豪跟金角粘住了，但是河岸上面怎么说，上面骷髅被击杀，终于两人现在面对对方的这个下野三人，两边直接交换已经消耗殆尽，但是上路 ZR 的血量又很差呀，又是一个大招直接封到脸上，青钢影跟上后续控制一脚踢死，又是强行去上，再接青钢影的踢墙，这波虽然说在反蹲放了一个大招，但是还是阻止不了队友的阵亡，这是如果开的话不是几乎是只能开到这些坦克啊，正面就直接开坦克了，先开朱妹，朱妹放出一个金身泰坦给了个圣石弹，直取后边的优哉，我们两个 TP 落地是一个剑魔，骷髅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优哉直接飞到了后排，配合队友先行秒杀沙皇，优哉屏幕的上方再斩一个心魔，剑魔开大面逼出了一个爆破果实，法了，国豪虽然还活着是满血的状态，但是三对五这波团战怎么打， ADD 还有闪还有大，先是远见改造照了一下，但是红军方有个控制守卫，又控制一个眼睛背回来一个猪妹，猪妹瞬间被打残，小虎
吐到 ADC 的脸上，近角开始打出呼唤，脚出漫天飞雨，一个大哥收不掉小火，双方打了一波呼唤 ，ADD 们三个人围在当中，猪妹在旁边没有办法贡献出更多的猪，又吃了先锋一剑，交通哪擦人头，猪妹收掉杰斯，旁边黄鸡赶到场，这波黄鸡来的是恰到好处，一个一技能吐到 ZR 脸上，配合队友要斩掉 ZR 了，但是上一波团长 RNG 已经打得太漂亮了。而且 RNG 在打赢野区那波团之后去滚大陆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一个九千的竞技场，我们看一下这波还是人员比较分散，霞在中，青钢影在下的时候 RNG 选择了一波开团，这一波是局面上短暂的一个四打三，然后双 TP 下场，但是这一波 UZI 的猎手本能直指骷髅的这一波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后续骷髅减员的情况下正面变成了 RNG 的一个五打三，然后来到大陆这一波，其实这一波的开团开目标直指国豪的情况下，后续这个 ZR 的闪现二段 Q 也是救下小虎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后面的话 ADD 一闪经常受到 UZI， 但是这个海克自由通牒被小明的金身给直接吃掉，旁边残血的小虎是被 Mito 收掉，但是撒谎赶到战场是扭转了这一波最后的战局，是如果不是这个 TP 的话，这一波 RNG 真真的就连团带龙一起拿了，继续三路缓慢的推进， UZI 先处理一下中路兵线，中路是挂了一个猪妹，猪妹表示我在路上路，又是想瞬间开枪开到了侠，侠慢的被救人，旁边 UZI 再次赶到战场是撒谎一推，侠瞬间倒在这杰斯扛出去，再给一技能配合队友拿到一波击杀，杰斯一波 double kill，这两个人还想抓最肥最肥的 ADD 能否以一 v 二呢？十七级的青钢影苍穹之月先遇到身上，激发了一个适应性护盾，就在旁边海克斯最后的那大中小虎震开酒桶，两个人还在对他进行一个追击，旁边又来了一个狗熊，酒桶一次血换了时光回了一口，虚空锁敌没能命中，这是三英战吕布呀，我的天老爷，后面国豪来了，转头又在直接帮助自家的卡塔挡住这个致命的大招，这边给了一个蓝城还想留，但是小明跑得也很快，熊在前面跑，猪在后面追，再看上路高地开的这波啊，这一闪哇，这一波开得太漂亮了，这一波事实上金角这个大招几乎没有挡到任何的东西，然后后续所有的人跳到了金角的脸上，又是形成了短暂的一波多打手，这个就是他们顺风局刷了两风一水，在这边又上来，小明直接背到了心魔，这边下去直接一个爆破九筒炸回来，炸了金角交出了大招，往后退，在这边 UZI 吃了很多很多的技能， UZI 中交出了一个苗苗，位置非常非常的差，这边小虎进去被一个金军直接给突了回来，转头 UZI 还没有死， UZI 还在出手，在这边卡萨已经倒了，杰尔也随他而去，整个阵容已经裂掉了。啊，这波团战终究还是哔哩哔哩 Gaming 大赢了。这波大龙马上刷新，看一下哔哩哔哩跳房塔进行一个作战，同时哔哩哔哩人员是分散的，但是这波开团是选择了在自家的野区表 ，RNG 一定要多打少。对于他们来说，翻盘只有这个希望，而哔哩哔哩 Gaming 正面的五v五团战太强了。这波其实主要是草丛里面那个视野屏蔽掉了，后面他看不到蓝色方后面有人。同时，小明的这个撤退路线因为必须是往右侧去撤，导致他没有办法帮助 UZI 和小虎形成一个稳定的前排。但这一波 UZI 居然能活下来，这我是真没想到。两个人想闪现去切 UZI， 还是被 UZI 所逃掉。但是安吉其他队友还是倒了。哇，这一波我看他是吃了这个泰坦的大咒，被对方是比较靠前的，他现在眼睁就盯着酒桶，旁边猪妹又是被先手到，吃了一套伤害，被打成一个半血啊。小明其实这波没交什么东西，哎呦，这波现在还一技能上来，这一波应该是看到国豪应该是有这个狂徒的，所以想上来尽可能的让你回血的这个时间稍晚一点，但下路的高地塔已经掉了，而且上路的高地已经被 ADD 给破了，是的，青钢影还在去找机会，亮了一个九筒闪现想去再去开，秒杀了中单黄金，九筒带位背回了一个辅助心魔，心魔也倒在地上，剑魔可以打面被瞎斩掉，青钢影打到战场，先一刀踢死小明，再配合队友瞄准小虎，小虎一次也倒了，又在配合九筒要撤了。啊，这一波打到现在这个局面下的话，哔哩哔哩 Gaming 是很有希望一波的。这边一脚接逼出卡萨这边的一个金身之后 ，UZI 也无路可逃，最终还是大势已去啊。对于 RNG 来说，但这把比赛事实上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了。没错，那我们恭喜哔哩哔哩做客在北京先下一城1-0领先 RNG， 恭喜哔哩哔哩。Travel back.